欢迎来俺家厨房。正是春光明媚的好时候，如果这个时候到杭州去旅游的话呢，不仅可以感受到美丽的湖光山色，还可以吃到地道的杭州菜。如果今天您收看天天饮食的话，就可以足不出户感受到美丽的杭州菜。那么今天我请来了醉白楼的沈红师傅，要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地道的杭州菜，叫做酒香元宝鸡。怎样调制特殊的调味料？猪手汆水的要点是什么？两种主料相互搭配的作用又在哪里？沈红师傅在制作中为您一一解答。制作这道杭州名吃酒香元宝鸡，我们要用到三黄鸡、猪手、酱油、料酒、糖、盐、味精以及一份特殊的调味料。沈师傅告诉我们，这种调味料可是腌制鸡肉时必不可少的秘密武器。这份神秘的调味料究竟是什么呢？这个鸡估计得有个一两斤重的。这一两斤重，一家比如就是我们要两口子吃，能吃完吗？吃不完，绝对吃不完。真的，可见您做的有多香啊！那来吧，咱们开始。好，您教教我这个应该怎么做。来一个盘子，加盐。加盐啊，这是开始腌它了。对，加酒。加酒，哎，这是什么酒啊？这个酒花雕。花雕，花雕，这花雕酒应该就是咱们南方绍兴那边才有哈。对对对。要是比如说我们在北方俺们那旮沓买不到这酒，应该用点料酒行吗？也可以，也可以啊。这撒的什么呀？这是味香粉。味香粉，哎，我们自个儿调的。自个儿调的。原来沈红师傅的神秘调料叫味香粉，那么这种味香粉是怎样调配的呢？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？您教教我们，我们也会调。胡椒粉，胡椒，白胡椒，哎，咱们可以看一下。还有沙姜粉，白胡椒、沙姜粉，还有什么东西？味粉，味粉就味精。哎，好，记住了，白胡椒、沙姜粉，还有味精。哎呦，这还弄点这小香葱哈，还有这个姜。然后我们把它擦，就这样搓。对，我可以上手吗？我准备的有手套，这样会保持干净一些。来，就这样搓就行是吧？对，好，差不多了吧？好吧，我觉得已经都按进去了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呢？给它就放着腌制一小时，一小时的时间把它放起来，不用管它哈。好，接下来咱干什么呢？然后我们取锅，取锅，好。着火，大火就可以了哈。加水，水，这是放凉水还是热水呢？凉水可以。凉水，这要干嘛呢？把猪手汆水，就是把这猪手就过一下这个水，对，把那血沫去出来。对对对。这个沈师傅，原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比如说猪手也好，包括这个就是一些排骨也好哈，是用热水汆还是用凉水穿？我估计大伙儿也有这个疑问，应该是怎么着？凉水，我看您凉水就放进去了。根据我的经验的话，是用凉水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热水的，那个猪手一下子下去就把它封死，就把里面的血沫再来这封死，全部封死，它就是不容易把去腥去掉，去不干净。如果我用凉水，它是慢慢上来的话，嗯，就可以把腥味去的更多一点。一起热起来就去除得更干净。对对，大伙儿听明白了吧？又长了一学问。好，滚起来了。哎呦，大伙儿看，果然用凉水穿这个猪蹄啊，上面出来的这个血沫也好，脏东西就特别多。你看这白色的都是脏的。接下来这个沈师傅，咱们是给它捞出来了是吧？对，给它捞出来洗一下。洗一下啊。我们将猪手捞出来洗净，然后用料酒、酱油、白糖以及桂皮、茴香等香料制成红烧猪手备用，再将腌好的整鸡均匀地涂抹一层酱油，之后将油烧热，让整鸡均匀地过一下油，以便上色。酒店版的酒香元宝鸡是用烤箱烤制的，普通家里没有烤箱又该如何制作呢？煎完了油，关火，来，咱们把它还挺胖的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该干什么了？你把电饭煲打过来。电饭煲？你还准备再给我蒸点米饭让我尝一尝？不不，我们做电饭煲吃。电饭煲做这道酒香元宝鸡啊？好，我去拿去，我看看您这电饭煲怎么做。我们家的电饭煲来了。好吧，电饭煲要干嘛呢？打开，打开，
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化解。用它做这个酒香元宝鸡啊？对。平时您在醉白楼里是用什么做的呀？那我们那个酒店里我们用烤箱做的。烤箱做？哎，这个咱们要在家里，当然烤箱有的家里面没有，没有，用这个普通电饭煲就行。所以说我这个是家庭版。家庭版的，您尝试过吗？我尝试过。好，大伙儿记住了，这道菜啊，回到家庭里面之后，普通的电饭煲也可以做。大家看到了，这个沈师傅在底下铺了这个小香葱，挺厚一层的，大概有这个有个几十颗了。啊，为什么要用这个香葱垫这个底？香葱一个本身就香葱就是为了增加香味，第二个不用于粘锅嘛。哦，啊，然后我把最后再把鸡再放进去，鸡也放进去，啊，好，然后再加一点酒，再放一点这个花椒酒，整个淋上去了哈。对，小半碗呢。对，来，现在盖盖了，盖盖，盖盖。咱们选用什么模式？就煮饭的那个模式，就普通煮饭的模式。哎，煮多长时间？一个半小时，一个半小时。本来在醉白楼里要用电烤箱的，因为咱们家里面没有电烤箱，就用普通的电饭煲煮饭模式，一个半小时，记好时间。饮食已经做好了，不过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沈师傅哈，我估计大伙儿也想问，就是为什么这道菜是用这个鸡和猪手结合的？这个猪手呢，它比较油腻，油腻。那么鸡呢，有口感比较干，柴一点。哎，那么两者给它结合起来，这个鸡的比较香。哦，你看这道菜有讲究的，就是说它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呢，可以把猪手的油腻和这个鸡的柴这个融化在一起，对对，相得益彰。哎哎，好，现在我可以吃了。可以的。鸡哪部位最好吃？大腿。大腿，平时吃大腿上的肉的时候老觉得那个不容易入味儿，比较柴，我尝尝您做的这只，这道怎么样？真是很意外。因为大腿上这肉非常的嫩，而且味儿全进去了，一点都不柴。以前我要吃这样一块鸡，得配点其他菜，这一大块肉你看一点都不用配，味道非常好，太好吃了。谢谢您沈师傅，也给您握握手，谢谢您教我们教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做这道酒香元宝鸡，我都快不会说话了。我在这儿还要跟电视机的观众朋友们讲，我们天时的天天有礼活动已经开始了，只要您登录央视网或者是买我们天天饮食的这个图书，填这个观众意见调查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天天饮食十年典藏的图书，一共是10本，非常划算啊！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，来，沈师傅跟电视机观众朋友们挥挥手，再见。